会えない時中は気から聞こえる君の声がかすれてる久しぶりに会った時の君の笑顔が胸をさらってゆく気づいたのあなたがこんなに胸の中にいること愛してるまさかねそんなこと言えない。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近距离，然后这次talking 会比较少。对对对，因为上次小巨蛋第一次，因为太久没有见粉丝了，所以这就很多话想说。但这次这个在主办方，因为主要是台日的共演，我跟千春一人唱半场，对，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又在新庄有点远，所以不太能超时，怕大家回家会赶不回家，所以会以唱为主，说一点点，我尽量。因为听说咪姐这次有就是很多首没有演唱过的，七首，对，所以这次安排的歌单真的是蛮多的，然后就想要给粉丝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跟自己平常的演唱会形式都有点不一样，因为蛮多日文在里面的，也蛮欢迎除了台湾人的朋友，住在台湾的日本人的朋友可以来看。那接下来母亲节呢？哦，我也赶回去让他为我过母亲节，因为我觉得孩子小时候要给他那种仪式感，对，嗯，因为我都最期待，很期待他每一年写的卡片给我，因为他的英文、中文都一直进步，所以他可以写的词汇越来越多，然后有时候你会很惊喜、很感动，这样。